大白吗？呀，你忘了前些日子咱们下水管漏，把人家邻居都给淹了吗？那行行，你先忙你的，我让邻居给开一下门啊。哎呀，俗话说得好啊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这左邻右舍住着啊，我让谁开门不给我开门呢？是不是多大点事儿？谁呀？啊，我。你是谁啊？哎，我是四楼的邻居。对不起啊，四楼的，我们家对讲坏了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啊，你还是换一家吧。听不清他知道我是四楼的，嘿，有意思。个别现象。谁啊？我邻居。我忘带钥匙了，麻烦你开门让我进去呗。我妈说了，不让给陌生人开门。我听这声音比我岁数还大呢。你妈说了，哎，哎呀，这歇了门了，也没人呢，这。忙着呢，大哥。啊，你说你干这行啊，不能太抠门了，工具你得跟得上，人这是高级防盗门。太难受了，啥意思？把我当小偷了？你刚在这儿干啥呢？要干啥呀？我这业主，我住这儿。哦，你是业主住这儿？对。你可千万别说忘带钥匙了，我有钥匙。有钥匙你就开门啊。我凭什么给你开门啊？啊，我开门你进去，你这叫尾随，知道吗？你是干啥的？我是干啥的啊？说起来咱俩工种差不多，都是从业主家里边往外拿东西，只不过我是拿人家没用的，你是拿人家有用的。你说废话，到底干什么的啊？还看不出来啊？我是本小区指定的首席废品收购员。哎呀，还收破烂的吗？你现在把钥匙拿出来打开门，我就相信你是业主。我还真有钥匙，我还不开门我就不能让你进去。行，那我们就耗着吧。耗着。耗着就耗着。喂，儿子，你说什么？调刑警队当队长了？哎呦，升得太快了！哎呦，妈就买个菜，还值当的那个派警车接我呀？不用，妈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吗？做人得低调，不能那么张扬。对，我到门口了。我暂时挺安全，就是有俩人老跟着我，不知道他们要干嘛。啊，问问他们呀。哎，你要干嘛呀？不干嘛，大妈，我就是想提醒你，你电话拿到了啊。啊，那什么，我怕他有辐射。儿子，先挂了啊。嘿，大妈，哎，您误会了。我是您邻居。您是不是要回家呀？回家呀，您有事吗？啊，我是这样的，我忘带钥匙了，我想借个光跟您进去。是这么回事？来吧，您进来吧。露馅了吧？你不说你有钥匙吗？哎，这会儿怎么又忘带了？哎，怎么了？你不刚才吗？别，大妈，开门，我着急呢。我不着急，我先不。我先在那儿摘会儿菜，那儿离着那个垃圾桶近，我省得待会儿下楼扔。大妈，我帮您摘完了，咱们就开门进去。就这几根芹菜用不着。大妈，我帮您摘。不要，不是，就这，我帮您摘吧。这，你们俩要实在愿意帮我摘，我呀买了一车大白菜，待会儿运了你们俩摘。大妈是这么回事，我家呀这是。前一段时间那个下水管漏水把邻居给淹了，我这今天特意提前请假回来这个处理这事儿。
这么回事。哟，要这么着啊，你这人做人还挺讲究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前些日怎么家，你让楼上给淹了，淹的时候挺快，两分钟室内大片墙啊。到修的时候俩礼拜，一个人也没见着。您家住几楼啊？三楼啊。哎呀，这真是下水冲了龙王庙啊！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，我是四楼的，我是来给您家刮大白的。感情就是你们家呀，楼给你开门。你是属猴的，他叫我来的。那就是我打的。我们家好些破烂的，快跟我上楼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我来个顺杆爬的。你也属猴的。温馨提示：近日小区内经常丢东西，望各位业主注意防范。如有可疑人员（括号）收废品者，括号完了，请及时与物业与公安机关联系。你胡说什么呀？这哪有括号啊？没括号吗？没括号。没括号有句号。您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大妈大妈大妈，哎，您千万别相信他，您得相信我，我真是您的邻居。大妈，前几天咱们三楼那楼道里那个声控灯是不是坏了？对，我修好的。哦，那天修的时候我从门镜看来的啊。你还别说，我没看清脸。大哥呀，你以后记住了啊，这做好事啊不留名可以，但是你得记得露脸儿啊。不有这么句话吗？干什么你都得混个脸熟啊，是不是？我就坐这等，我就不信等不来一个相信我的人。大妈别理他，让他在这等，我看年三十之前他等得来吗？走，我跟您收废品去。哎，老王，谁姓王啊？我姓刘。装什么装啊？啊，为了跟我抢这个活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收破烂的。我团伙，我早就看清了你是团伙。你们俩在这商量吧，我买把菜刀去。我哎呀，大妈哎，我跟他可不是一伙的。不，您赶紧开门吧，有我您还不放心吗？哦，因为有你我才更不放心呢。我大妈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住这儿。我求求你，我不想住这儿了。大妈嘿嘿，您家里不是有人吗？让他把这个废品呢送下来，然后陪您上楼，您看怎么样？哎，也对，好不好？你等着啊，你等着啊。谁呀？我。这什么破对讲啊？怎么老没声啊？别装了，我是你妈。你别装了，我妈有钥匙。什么闺女呀？连自个儿妈的声都听不出来了，怎么样？哎，大妈，您的电话。哎哎哎，现在拿到了。不能不能不能。喂，儿子。哎，妈。啊。四楼说给咱们家修墙刮大白，人来了吗？没有啊，没看见呢。没来，那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别打电话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早就来了。我就是四楼的，我来，我忘带钥匙了，正跟你们商量进去呢。你谁？我四楼的，咱俩通过电话，我的手机号是15，后面都是2。那就对了，把电话给我妈吧。哎，儿子，怎么样？知道了，不就二吗？哎呦，我说二人，哎，你说这事儿整的啊？妈，这事也不能全怪您。您说咱们邻里之间多走动走动啊，见个面啊，就不会出现这种笑话了吗？可不是嘛，一个楼住的，哪能谁都信不着啊？是。二人，哎哎，开门。哟嘿，把钥匙给我了。我的，来给你。嘿，哎，那什么，那个我就先不进去了。哎呀，别装了，赶紧进去装破烂吧。真的呀，待会儿你们不是要刮大白吗？我去拿点旧报纸来垫着，省着你们弄得可哪都是，不好收拾。哎呦，多好的小伙子呀。哎哎，咱小区多几个这样收破烂的，咱连